姐夫，小舅子，哎，这样啊，那个贵姓？免贵姓猴。猴哥，八戒，你说啊？这样，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，专业学的会计。这样，咱家呢丢了两碗面，他吃的，不知道应该找谁要这钱。姐夫懵了，姐夫这脑袋有瑕疵，你帮姐夫捋一捋，行吗？没问题。你这样，这两碗面两半蒜，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，我先缓一缓。借这个功夫呢，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，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，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？九以内的都没问题。来，一起来考考。